全新一代奔驰 E 级要来了，作为国内最畅销的豪华品牌 C 级轿车，你准备好了吗？北京奔驰 E 级是基于海外版全新奔驰 E 级加长而来的，海外版车型车长是4949毫米，加长到了5092毫米，加长版的轴距为3094毫米，三维尺寸全面超越了现款的北京奔驰 E 级车型。全新奔驰 E 外观上沿用了很多设计元素，都是与 EQ 系列电动车是相仿的，甚至我第一眼看它真的以为是纯电版的车型。不过 E 级标志性的花城灯依旧在新市场得以延续， LED 日行灯点亮之后依旧具备极高的车型识别度。当然此次新车在外观样式上依旧是提供了经典版的立标和时尚版的大标两款风格的中网设计，同时运动版为其搭配的前杠也更具冲击力，彰显运动版车型的魅力。车身侧面来看，车顶流线的线条以及伸缩式的门把手也与 S 级相仿，营造出简约流线的设计美学。不过低配车型或将仍采用传统的外拉式机械门把手配置。轮胎尺寸方面， 1260L 车型将提供2555/18英寸的轮胎，或前2454/19英寸后2754/0/19英寸两款规格的轮胎，最高车速可达233公里每小时。而 E300L 车型则提供前2454/19英寸的轮胎，或者前2454/20英寸后2753/25英寸两套规格的轮胎。除此之外，经典的后脚窗也是北京奔驰 E 级加长的标志。车尾的造型相比较于现款的设计更加的简约，中间烤漆黑色饰条，灯组内部形成三叉星辉的点亮效果，提升品牌识别度。不仅外观看似新能源车型，内饰也几乎照搬了 EQS 的中控台设计，采用了三连屏的中控布局。根据时尚版和经典版车型还可选装不同样式的方向盘，奔驰拿手的环绕式氛围灯将氛围营造至极。在车机系统上，全新E级车机内置了 MBUX Super Screen 系统，具备 5G 车联网，算法和处理能力更强，支持第三方 APP， 玩法绝对不输国内新势力品牌。动力方面， E260L 车型将搭载 2.0T 发动机，最大净功率为150千瓦，相比较于现款的145千瓦提升了5千瓦。而 E300L 车型将搭载高功率的 2.0T 发动机，最大净功率与现款车型保持一致为190千瓦。虽然说全新奔驰 E 亮相时这个外观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但是对比新款的宝马5系以及奥迪 A6L 来说，不得不说全新一代奔驰 E 依旧是豪华品牌 C 级车中最优雅最能体现豪华感的。买奔驰不就是为了这个吗？我是嘉良，关注我抢先带你看更多新车。